耕耘的成果。那我觉得，每一次都我们的爱心哈，一起共同的哈，让它有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好，最后也很希望哈，预祝我们今年的十全十美哈，迈向第十年哈，能够顺利的圆满，好送到。环球科大七月初活动的这个爱心远洋飘向。